叫神医过来一趟。其实气海符动是好事，意味着大人符丹练功又有突破，是一闭关修炼。只是现在的时机有些不巧，内忧外患，本宫这个时候哪能静下心来闭关？左菊回来了吗？战火四起，鹿泉断了。他来信说要晚祭奠。 镇武、卢从，像是商量好的，靠这帮庸才还是不行，可是又不能交给李德云。李德云想必已收到了卢从的消息。传令下去，就说陛下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，免除一切政务。 外臣一律不得觐见。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陛下见到李德云。是。